这大东门真的是海啊，我操，真的他妈是海啊，那个车飘起来了，我操，见过这架势吗，我操。打电话给俺三姨，叫俺三姨报警。现在已经到胳肋棚那头，肩膀。车厢还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看，那外边水更高。车厢外边水更高。像不像拍恐怖片？我的天哪！你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！妈，你报告，你报告！呀，我靠啊！这都直接机器了。我车都翻了，你。车是闭着路。啊，那个，那个，那个车。战地记者来了。啊，还是一波。